下眼睑的皱纹呢，往往有三种。第一种呢是动态纹，刚才提到的，在微笑有表情的时候出现的。第二种是静态纹，也就是在没有表情的时候出现的。第三就是一些细纹啊。这三种皱纹的处理是不一样的。动态皱纹呢，当然以肉毒素为主，但是肉毒素在下眼睑注射的时候是一个禁忌的部位，因为注射之后会导致眼袋的发生。而静态纹呢，当然填充是最好，但是下眼睑的皮肤很薄，在进行填充的时候也不是个最佳的适应症。而静态的细纹也是我们经常困扰，也是个早期的表现。所以对于下眼睑的细纹，我们现在治疗来讲通常两个手段。第一个手段用激光，点阵激光进行磨削，进行一个低能量高密度的治疗，这是常见的。第二就是用所谓现在的中胚层疗法，也有人叫它美素疗法，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睑注射一些能量素，注射一些能够合成新生胶原减轻皱纹的这样的物质啊，像这样的产品现在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多了。